江哥，这多少钱呢？39800。太贵了。不贵啊。咋就不贵呢？39800哪里贵？在粉丝面前贵哟。哥哥，这是火头，这个便宜点。这串口不对，颜色不对，粉丝要粉的。36800。再便宜点。36700。100块钱呢？你说再便宜点，我便宜的。我就给你交个底吧，6800，你看行不得？别讲多了。他给你打我这下子，我告诉你，我得讹你3000块钱。我拿这货尾，这货头给你拿去。你整错了。货尾货头。这货头。我要这个。A 货头 ，B 货尾。8000。怎么讲？大哥，你不差这点儿。要本钱的。本钱八千八嘛，我给你9000行不行？成本都不到，这个6000，这个6000。太糊弄人了，你敷衍谁呢？12000吧，12000。5000。还给你省钱呢，姐。给你省钱呢。师傅加快板，12800吧，大哥。杨哥，你真不差这点儿的。小皮一穿上来，哎呀，这个小皮走路。你大衣还穿上来呢？这穿上我了。天天的，到晚就穿它。大哥，1280就要个镯子，边角料都还你，啥也不要了，就让了吧。这颜色又这么淡，你瞅瞅，都啥都色都没有。哎呀，哎，感谢大哥，啥也别说了。感谢。温润优雅水润的紫罗兰，你们爱了吗？